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好，对，今天有很多我们来旁听的朋友，很欢迎大家。那因为今天我们的演讲者是我们台湾抽象艺术的前辈哦，老前辈。那我们在刚刚十二点的时候，在艺文空间刚办完这个陈老师的开幕的仪式哦，画展的开幕仪式。所以待会儿我们讲座结束以后，可以请大家到艺文空间来欣赏老师很重要的这些绘画的创作。那偷偷先告诉你，因为老师现在还在用餐哦，马上过来。好，那这次的展览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邀请国家文艺奖的得主来我们通识纪念讲座演讲，那也会把就是美术类的得主，我们特别把他邀请到交大来做一次展览，因为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德高望重而且非常重量级的艺术家，所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这次老师的展览总共有29件作品，那陈老师是可以说是台湾抽象艺术现代艺术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因为他在1960年代就开始投入抽象艺术的创作哦。那好，陈老师来了，我们先给陈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好，我们今天的演讲者陈正雄陈老师。好，对，好，好，来，好，来，那陈老师就先请坐。抱歉，这个让陈老师还没有吃饱哦，因为刚刚我们的开幕仪式就是来宾非常的多哦，非常多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所以拖的时间比较长。好，那我就先一个开场白了哦，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陈老师。那陈正雄老师他出生在一个算是应该是非常富裕的家庭哦，那所以从小他有很好的生活的环境，然后也受到很好的这个艺术的培养。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建国中学时代他就开始从事创作哦。那在大学的时代他就开始做抽象艺术，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开始有一些就是对于西方的绘画的思潮，不管是在文学艺术绘画或舞蹈，开始有向西方学习，然后开始把中国的传统结合了一些当代的元素，开始尝试去做创作。那陈老师也是在那个年代哦开始投入这个现代绘画的艺术的创作里头。那待会儿在陈老师的演讲，他会把他自己投入一甲子的抽象艺术的心路历程跟他的思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陈正雄老师是我们台湾非常难得从事艺术创作然后又从事这个理论的兼顾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哦。那很多的艺术家他会创作，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很就是没有办法可能跟把艺术史跟相关的艺术的理论做一个结合，甚至没有办法去诠释很好的诠释自己的这个创作的理念。但是陈老师他是两者兼顾，就是理性跟感性他是结合得非常的好。那在他的艺术创作里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的思维，甚至他不断的去自我挑战，所以尽管他已经70几岁哦，对，还很年轻了哦。我们说人生70才开始，可是他的创作有非常非常多新的观念哦。那包括他待会儿会跟大家一起提到了他的文化基因库的概念哦。那他运用这个我们生物科技的这个文化基因的重组，在投入在他的艺术创作里头，所以他慢慢的走出自己的风格。那陈老师他同时不只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哦，他也得过非常非常多的奖，因为怕陈老师他自己不好意思去吹嘘他自己的艺术成就啦，所以我就先帮陈老师讲哦。他在很早年的时候，其实就获得了法国的这个沙龙哦，等于是五月沙龙的邀请，而且是几乎年年邀请，这个是在台湾非常少见的一个荣誉哦。那在所以他很早就在国际上成名。那在1999年跟2001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意大利的佛罗伦斯他们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奖，终身成就奖哦。而且连续2年获得了这样子的奖项。
那2001年的时候，他的那件作品在我们现场也有展出。那陈老师还把他的复制的版画刚捐赠给我们交大哦，送了4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给我们交大。那好，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师大美研所的荣誉教授，我们王秀雄王老师哦，也在现场。对，欢迎王老师。对，好，好。对，那所以陈老师他很有非常多的这些国际上的荣誉哦，但是他并不以此而自满。那在陈老师他的艺术成就里头，就是他把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历史文化的元素融入他的创作，所以待会我们会在陈老师他的演讲里头欣赏到很多他精彩的作品。那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收藏家哦，他的眼光比我们国家级的博物馆都还厉害，他的收藏可以说我说富可敌国啦哦，比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收藏还丰富。对台湾的这个原住民艺术，还有中国少数民族以及清代的服饰，还有非常非常多珍贵的龙袍哦，都在他的收藏里头。那他也从这些文物里头吸收了很多的养分，然后融入他自己的创作。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头，我们会看到了很多鲜艳的原住民的文化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色彩。那也看到了他的音乐性跟他的不断挑战自我挑战的很多的这些元素在他的创作里面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交大非常高的一个荣誉，能够邀请到陈老师。而且陈老师让我非常敬佩的是他尽管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可是却非常的谦虚，而且不断的在提携后进。那对我们交大他也就是期许非常的高哦，所以我们也期望我们未来交大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美术馆，可以来好好的展示我们艺术家捐赠给我们的这么珍贵的作品。好，那我讲了很多，因为实在是有感而发了哦。那但是陈老师的演讲更精彩哦，那他最近也经常的邀请到就是包括对岸中国大陆不断的要邀请陈老师到大陆去传授他的很多的很精彩这些历程跟他的一些诀窍。所以我想我们台湾其实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自己的人才啊。那我们希望陈老师今天的演讲可以带给同学们很大的一个启发。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先看3分钟的影片啊，然后我们再正式邀请陈老师来演讲。好，那我们就请播放我们国家文艺奖的3分钟的影片。对，抽象画可以说是绘画中的纯粹主义者，因为它具有自由又纯粹又很真实，因为它把画家的内在的感情把它传达出来。抽象艺术可以是说人类文明在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那么当然这个抽象的概念促使人类开始抛离了这些形象的文学的乃至于一些宗教的束缚，那么开始回到形色韵律本身。从50年代末期开始启动，然后到60年代达到高峰的这一波，我们台湾称之为现代绘画运动，其实就是以抽象艺术做主流的。那么抽象艺术这样的一种概念，对台湾的前辈画家来讲，事实上是有一些困难的。陈振雄的初期就是受到这一些前辈画家的影响，但是他很快的透过自己的阅读，包括康定斯基的这些抽象艺术的精神性等等，他很快的就在台湾整个抽象绘画运动当中扮演一个先驱角的角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要6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这个辩解或者妥协过。艺术创作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久的一个马拉松的事的这个的开拓啊，不能说你做几下很爆发力很强，然后就无疾而终了啊，应该是要像他这样子啊，就是那种持之以恒的心理啊，不断的去做下去。
我的意思主要就在探索和传达我的内在经验的真相，也就是在探索内在世界的奥秘，把不可见的内在世界化为可见的视觉存在。他的这个思想观念是与时俱进的，绝不是那种墨守成规而已啊。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从60年代70年代崛起的艺术家来说，一直到2000年以后来，甚至于到2013、2014，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种心态，你不能老是满足已经建立的风格，你必须要再突破，这样才是真正好的画家。这个虽然很简短哦，不过待会儿大家透过陈老师的演讲，就可以更加的了解陈老师自己在艺术的一些思维。